对不起啊，白哥，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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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哥，对不起。本期视频带来江湖最猛突击手之争，白羊与齐望假车库大战堪称经典对撞，细节拉满。话不多说，跟随齐望视角进入战斗。刚来到土路三层楼，小地图便提示了其他载具。不愧是同属突击手的人，白羊同一时间一起来到了土路一条街。齐望进到三层楼，顺势掐起一颗手雷。白羊进到假车库也毫不示弱，你掐黑凤雷，我捏土豆雷。齐望队伍先下一层，四号老哥击倒，拿下白羊队伍一人。齐望尝试上至三层楼顶，白羊只是继续使用投掷物尝试打开突破口。右边围墙，厕所我扔雷。刚上到三层楼顶，一声清脆的爆炸让齐望清醒了过来，赶紧回到楼顶。而白羊则是把最后一个手雷也投掷了出去。从这一波博弈中就可以看出，白羊对于投掷物的使用相当到位。连续的土豆雷轰炸使得齐望还未见到本尊就已经被打掉了三分之一的血量。为了保证接下来的战斗，齐望这里打起状态。可在这个时间里，白羊已经配合队友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摸皮精准要射击倒一人，提升变位，伺机而动，边枪顺带一波跳枪，再次撂倒一人。唐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给我打个药。可以补人吗？可以补，可以补。希望清楚，如果还继续待在三层楼，无异于画地为牢。只有转移到假车库，才有一战周旋之力。一颗手雷直接掐起，将目标对准了围墙。未等掷出，对方也是一颗手雷丢进。两名在投掷物上的使用不分伯仲。为了躲避后续轰炸，希望翻到了厕所顶上。发现敌人一波闪进，命中一枪，位置已经暴露，第一时间转移，准备架手楼梯。一波右探天枪，又是命中一发，转身埋下一颗手雷，继续转移位置。等不到对方主动进攻，齐望一波跳远，再次回到厕所点上，紧接着一波秒蹲，右探输出，再次刮杀敌人。一个敌人冲出，精准闪进爆头击倒对方，犹如葫芦娃救爷爷。白羊几人排队冲出，又是一波腰射爆头击倒白羊，子弹满。齐望 scan 左右横拉，爆头拿下，成就三连暴走。Hello， 你是齐望本人吗，兄弟？对不起啊，白哥，对不起，白哥，对不起。咱们感受一下受害者视角，白羊冲进，天枪压制，这一波没有问题。但是齐望早就翻到了厕所顶上，一瞬间就被刮了一枪，掉了半血。白羊不甘示弱，一波跳枪回应齐望，那要齐望又换了位置，一来一回的博弈，白羊也是冷静了下来，来到转角打起状态。刚打起状态，瞬间又被刮了回去。四号队友应声倒地，队友随即冲出，只剩下白羊一人，有点被迫无奈的感觉。这里冲出跟枪，但是最终的结局大家已经知道，齐望当之无愧江湖最猛突击手。齐望，这好像这是不是小哈 ？Hello， 你是齐望本人吗，兄弟？你们他喵的！三个人都在这边。Hello， 你是齐望本人吗，兄弟？对不起啊，白哥，对不起，白哥。齐望本人吗，兄弟？对不起，白哥。我楼上。OK。我这边。进屋了。等我一下，我打个药。
外边。你别卡我。很残了。什么？这好像这是不是小哈 ？Hello， 你是希望本人吗，兄弟？你们他喵的！